关师傅的事，是我偷偷拿流光琴出去换人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也私自拿流光琴去换人？是因为沙谦莫他说他只是借流光琴用一小会儿，用完就会还给我们，所以我才拿去换人的。你不知道流光琴是十方神器之一吗？万一落到西沙殿的手里，这罪你担得起吗？别再说了。 琴是我吩咐小谷拿去的，你如果觉得我做错的话，可以召集。 东方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你还以为什么？以为我死了？嗯，慢点儿，小心。骨头，和我一起离开长留好吗？去哪儿都行，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，我都愿意陪着你。 东方，你是不是生命生糊涂了呀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这儿挺好的呀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受伤的这段期间，虽然我看不见，但我可以听到你对我的关心。我也知道你为了我偷了你师傅的流光琴，这样一来，长留绝对不是你久待之地。先不说你师傅怎么惩罚你，就是那个师尊魔岩，也不可能放过你的。再加上一个夏子勋。 你待在这儿只会危及四服，我会担心你的。其实也没什么的，师尊师伯他们虽然平时严厉了一些，但不仅是对我，他们对其他人也是这样的。那夏子勋呢？夏子勋他为什么要杀你？你应该很清楚吧？骨头，有些人有些事，不是你能处理的，也不是你能解决的，你明白吗？东方。 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呢就好好养伤，我呢就留在长留，哪儿也不去。至于子勋上线那边呢，我自己会多留意的。而且这次我救了他，他也跟我说了，他不会再为难我的。骨头，你放心吧。骨头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我了！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没事，我好很多了。真的吗？嗯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嗯，你以后不能这样了。刚才东方。 明明话中有话，难道连他也看出我的心思了吗？弟弟，你身体真的好了吗？你这次走这么快，你都没跟我好好玩呢。我下次再找你们玩，这次离宫太久了，皇上会着急的。嗯。东方，你大病初愈，千万要一路小心啊。不会的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啊，尊上。 还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不用谢我，要谢谢小谷。是吗？可这世上谁有能力从你手上偷东西呢？先告辞了。糖宝、骨头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自己保重啊。
你也保重啊。嗯，我一定会天天想你的。我也是，保重。你董卿竟然敢动到你师父身上，你简直是大逆不道，不可饶恕。寒风萧瑟尽人边，泪湿衣襟马扬鞭，侠骨柔情催红颜，花开花谢年复年，今生难续前世缘，但羡鸳鸯不羡仙，朝朝暮暮的眷恋，总是叫人失了恋。你的眼，你的泪，轻易转眼回首间，余情恨地桃花山兮，与君同去耳鬓。师父，我吃饱了。伤离别，伤离别，明月照尽浮华间，凡尘不过一句戏言，韶华一些聚难见。不知道师父为什么会想吃桃花羹呢？没什么，只是你许久未做了，师父想尝尝味道。哦，那师父慢用，弟子先告退了。小谷。解开，无非是你的经历，还有你的见识都太少了。嗯，什么都不懂的清明境界，和看破一切的清明境界相比较的话，毕竟是太过简单和不堪一击了。嗯，为师打算明天起带你下山历练。
哎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太没意思了。皇上，怎么没意思啊？有意思啊。有什么意思啊？皇上进步太大了。哎，好怀念在长留跟千古一起练剑的时候。大胆敢偷袭皇上！这身影怎么这么熟悉啊？长留剑法。孟大哥，清水，怎么是你啊？就是我呀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谁这么大胆子？原来是皇上的师妹啊，刚才都有得罪啊。你们不会又下山历练了吧？嗯。那千古呢？千古？千古和尊上下山历练了，我偷偷跑出来的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会跑来皇宫啊？我在山上待得无聊啊，我就想下来看看你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快回去吧，免得师尊要罚你。哎，孟大哥，我下都下来了，你就让我多玩几天呗。你呀，还是早点回去吧，省得师尊罚你。师尊啊！哼，孟大哥，你就让我留下来吧。啊，哎，烈将军，你帮我说说好话呗。是缚灵蛇，它的毒已经蔓延到腹部了。那只要抓到缚灵蛇，用它的血喂给伤者，这毒就可以解开了。小谷，你忘了长留的规矩了吗？师父，人命关天呢，如果不用法术把缚灵蛇引出来，难道要见死不救啊？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只能用普通的方法救他。分头行动。到这里了，你可以自己走回去吗？多谢两位恩人。妖女，妖女回来了！妖女回来了！放心吧，没事的。走吧。
爹，小谷不孝，小谷回来看你了。爹，我现在生活得很好，我有师父了，师父还教我法术，我以后有能力保护自己了，再也不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厄运了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。叫醒我啊！人家看你没睡醒，我就没有打扰你吗？你进我房间干什么？我就问厉将军，我留在宫里能干什么？他就说让我伺候你起床更衣呀。烈星云，烈星云，来人呐！哎呀，不要再叫了，我把其他人都叫走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有我在，还需要其他人干什么呀？来来来，我帮你洗脸啊！清水。嗯。你谢谢你啊！你把这毛巾放在水盆里，我一会儿自己来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啊，麻烦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还想再睡一会儿。啊。还睡？睡什么呀？太阳都晒屁股了。哎呀，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嘛！起来。好了，如果你那么喜欢在皇宫玩的话，你就再多玩两天好了。不过说好了，以后我起床更衣的事情，你可千万别管了。嗯。好极了，只要让我留在皇宫里就可以了。师父，吃饭了。好。我给你煮了桃花羹。不要丢下我，爹！你不要丢下我，还有，建伟宴的修缮公事也迫在眉睫了。啊！怎么还有啊？我的头已经很疼了。
禀告皇上，明王求见。快宣！宣明王进殿。参见皇上。哎，快免礼。你来的正好，我都快被烦死了。皇上是为了朝中琐事而困扰吗？可不是嘛，我现在头都快炸开了。那正好，我命人从西域找来了上等的夜明珠，想以皇上的名义设下赏珠之宴，一是为了让这些大臣看到皇上礼贤下士，君臣同乐；二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咱们皇室和睦，家定国安。好，这样太好了。大学士，到时候本王希望你能赏脸，一同来观赏。明王之邀，定是要去的。好。没想到，我还是对你念念不忘。虽然我记不起你的样子，但是你一举一动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可我知道，我应该是要忘记你的，所以今天我把这把剑，还有对你的记忆，都埋葬起来。我因没有接任长留掌门，那一次必须要下山历练，但是整个游历的过程却禁止使用任何法术。在这途中，我遇到了一对妇女，那位姑娘她的父亲病重，危在旦夕，我一直犹豫不决，我到底该不该出手相救？最后那位姑娘的父亲气绝身亡，我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那位姑娘道歉。用你的手解我的锁，跌入这温柔漩涡，千丈风波，万般蹉跎，情谊都不曾变过，一世牵绊，一念成火，还执意一错再错，一瞬之间，一生厮守，粉碎成魔，爱上你爱上了错，失了你失了魂魄，没错，可笑你我就是莫病，那个不辞而别的莫病，那个没有及时出手救你父亲的莫病。是我不敢说，一步一微笑，一步一伤心，一步一劫难，化作飞蛾扑火。因为爱上你，我便没了我，让一切
切都随风散落，不是不可说，是我不能说。你为什么要突然告诉我这个？想用这沉默别怪我懦弱，虽然未曾怀疑过，但是我都不敢去想，不敢去相信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偏偏要在我选择忘记你的时候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秘密一直藏在心里呢？还说你爱上了错，失了你失了魂魄，搁下命运捉弄，来世今生无处逃脱。两人住在这山林中，与世隔绝呀。原来你们师徒二人就是这般历练呢，当真是师徒情深呢。这里真是鸟语花香啊。就去杀了那些村民，替你父亲报仇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
大家跟我来抓妖女！妖女抓住了，给我烧死她！烧死她！烧死她！村民一个个自私懦弱，死有余辜，快动手杀了他们！不要杀我，求求你了！不要杀我，求求你了！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看到我痛苦，看到小谷痛苦，你就快乐了吗？没错，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痛苦，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小谷是无辜的，你有什么气往我身上撒吧。我答应你不亲手杀了花千骨，我一定会做到，至于其他的就得看我的心情。今日我虽然没有杀死花千骨，但我相信他现在对你全是恨，他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你了吧。你们相对的时间不多了。